各位网友大家好，这边是长安街，这是海逸市，这里是屈臣氏，这是 Seven， 那 Seven 过来这边是口福鸡自助餐，然后阿新面线，这边有永丰银行，永丰银行隔壁。好，现在要开一家，开一家诊所。好，这个就是华安诊所。好，华安诊所就是在长安街207巷。好，这边在装潢的。好，差不多10月1号。好，10月1号开始就要这边重新开幕。好，这是我们的华安诊所，华安诊所是从中华路搬过来的。现在这个位置不错，这位置是在中联街跟长安街口，对面就是阿新面线。华安诊所在永丰银行隔壁，它隔壁是泸州花市。这边是我们的华安诊所，他说10月1号就要搬到新的位置，长安街205号，扩大服务，这就是华安诊所。中华街的华安诊所目前是位于中华街这里。好，那我们就等它开幕。